我们结婚吧，完成你爸爸的遗愿，好吗？伯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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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，叫医生，伯父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伯父。 这次本来很有希望得手，谁知穆老板横插一杠。穆志远这把老骨头，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，所以他就一命换一命，想给穆婉清留个靠山。谭玄林这小子拿下了培训的委任状，又拿下了穆婉清，难不成这上海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？ 杜鹃，您看我这次要不要亲自再去？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我刚才看徐远急匆匆的出门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哈哈，我让徐远给山下先生发个电报。 我们素来与日本人毫无往来，这个时候找山下纯一做什么？这也是无奈之举啊！如今培训把持北京政府，将我徐家的军队打入另册。这几天师长们接二连三的找我说军饷不能足额发放，我们跟穆家的关系已经破裂，不找个钱袋子傍身，这十几万的军队如何维系啊？所以父亲，您是打算和日本商会合作吗？